大家好，我是李中洲，欢迎您收看《启动生计密码二部曲》。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过去许多难以治疗的疾病，现在都演变成慢性疾病，因此研发新药成为全球生计界兵家必争之地。一个新药从研发到上市，成功的几率远小于1%，所以它的报酬率特别高。这种高风险、高报酬的产业，不需要天然资源，也不会污染环境，所以特别合适地小人稠的台湾发展。不过，这种产业它需要人才、资金以及高门槛的技术。台湾到底有多少机会胜出？请看我们以下的报道。忙碌喧嚣的街角看似坐落闹区，实则被人群隔离的老远。楼梯致命的棉绳没有带来安全感，孩子却怕地看着来访的墨客。高墙后是两层楼的巧拼地板，尽管有床，艾滋妈妈和他们的孩子喜欢打地铺，他们相互依靠，面对外界的冷漠。像我们之前在信义区，我只要晚上放在那里啊，早上起来车子就陷地，那不晓得是谁做的，只知道一定是社区的很不满嘛，也知道我们那边收病人又赶不走，所以他们很生气。有一两次上高速都忽然爆胎，就是说已经戳破了，那忽然就是泄气，然后就啪啪啪，很危险。无惧外界异样的眼光，杨杰成立关爱之家。过去无家可归的病友，终于有了落脚的地方。艾滋妈妈小雨乐界后，在这里担任保姆的工作，生活逐渐稳定，却仍时时挂念着孩子是否也遭到感染。就是看他那么可爱的样子，我就觉得说，应该他应该不会，不会，就安慰自己这样。如果有啦，就跟有的这边小孩子一样啊，他们以后长大了，如果知道自己有的话，就会怪我，一定会怪我。艾滋病毒凶猛善变，发现至今不过30年，已经造成3000万人死亡，每天新增7000多名病例，与结核、疟疾并列全球三大传染疾病。The virus could replicate very, very fast every day to very high level. So it every day could replicate, and each cell infected will make 10,000 viruses. So it gets more and more very fast. The other thing is it infects the immune cell and destroys that and destroys the immune system.指导免疫中心是艾滋病毒最致命的手段，它总是低调伪装，伺机下手。人体的第一道防卫系统包括皮肤、呼吸与消化黏膜，第二道防线为巨噬细胞，而最后把关的是淋巴球，里头的 T 细胞正是艾滋病毒摧毁的红心目标。它先跟你的细胞结合在一起，一个新的病毒，你没有得过的病的怪病来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你开始叫，把那个把 T4 你的指挥中心的你的将军开始叫醒所有的保护你的身体的那些抗体呢，开始作用的时候呢，这时候你同时把那个艾滋病的病毒叫起来，那叫起来干嘛？他就开始，他要复制嘛，他就攻击你的 T cell， 你的 T4 cell， 等攻击你的那些将军细胞，然后他就你的指挥中心细胞就开始。被摧毁掉。当免疫溃堤，许多潜伏性疾病攻城略地。尽管目前已经有20多种艾滋药，却无法摸清病毒善变的个性。这个艾滋病呢，特别讲就是说，因为它的抗药性非常厉害。一般来讲，你再好的药，艾滋的药，你如果只服单一个药啊，就算是你定期服药，顶多8到10个月抗药性就出来了。那如果你不按时服药的话，很快很快抗药性就产生了。
1996年，和大医方宁鸡尾酒疗法以不同抑制剂的混合，成功延长病友10年的寿命。这个被《时代》杂志封为能打败艾滋的英雄，在5年前将对抗艾滋的终极武器引介到台湾。位于内湖科学园区的中裕拥有全球唯一的 HIV 标靶药物，目前进入第3期临床，有机会成为台湾第一个 FDA 核准上市的新药。它在身体里面呢是有特定性，它不是说这个到处杀菌，或者说到处什么细胞它都可以结合，它一定要在某种特定的细胞上有一个特定的受体，它才会去结合，所以它的目标也很特定，所以也就是这样子呢，它的作用非常的单一，然后副作用非常少，这是它最大的好处。药剂本身其实是一个抗体，以 T 细胞表面的 CD4 作为抗原，当两者结合后便筑起一道防线，阻止艾滋病毒穿透细胞。经过临床证明，原本 ECC 血液里有10万个艾滋病毒的末期病患，在经过治疗后病毒量只剩下不到1/2000。像我们二期临床，我们用的是只有113个病人，但这些病人本身都已经多重药无效的，保证要三重药没有效才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临床，对不对？24个礼拜以后，大概有一半的人，他的身上呢，已经机器检测不到有那个病毒存在，他的一个 CC 里面找不到50个以下，大概在10个左右啦，但是机器检测不到。和大医领军的团队3年前改良出新剂型，效果增加了200多倍。新药的潜力让美国比尔盖茨基金会及卫生研究院先后补助了8亿台币的研发经费。因为我们是蛋白质药，所以它扩散的速度很慢，也不容易直接就跑进血管里面，它需要经过淋巴液的循环，慢慢再进到血液，所以它在皮下注射会储藏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效果是让药在身体里慢慢可以保存很久。新药能阻断病毒繁衍的途径，所有预防的前值，未来高危险群每6个月或1年打一针，就有类似疫苗的效果。355 will first be used to treat patients, especially those patients who already took many other drugs, and they have drug resistance, so they need new medications. So 355 will be very useful in that setting.That is, we believe, the initial market or the initial use of 355. Of course, we would like to use it for prevention also.兼具预防与治疗的新药将为人类与艾滋的抗战史带来革命。至于率先发难的战场，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是在我们热爱的这块土地——台湾。21世纪是生物科技的时代，台湾要在这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脱颖而出，就要先找到自己的利基，先行卡位。动科所利用台湾最擅长的养猪经验，培育出全球第一只携带有人类第9号凝血因子的复制猪，要瞄准每年60亿元的血友病市场。虽然未来还有一段实验的路要走，但这种分子牧场的概念为台湾的传统农业带来新的出路。接下来的单元，我们要来看看原本不带有经济价值的猪乳是如何被提炼成珍贵的蛋白质药物。阳光下畅快淋漓的流汗是青春岁月必修的学分，但这门课叶朝仁修得比别人辛苦。身为血友病患，在许多运动前，他得先打一剂凝血因子，防止出血的意外。我小时候也会怕，可是没办法，不行，你不学，你就一辈子跑医院。血友病患容易外伤及颅内出血，不过最常见的是长期反复的关节淤血。早期正常关节应该是这样子，它的肌肉
那但是他出血平坦以后，你看到说，他的关节开始肿大了，可是随着时间久，他的关节开始硬化，硬化，然后他的肌肉开始萎缩，就是关节，就是关节病变，慢慢到最晚期，他整个肌肉萎缩，关节就整个都关节腔整个都密合在一起，所以他根本就不能弯了。严重的后遗症无法困住想飞的灵魂，夜巢人缺乏凝血因子的血液里仍留着阳光的基因，也被老师发现了他短跑的天赋。你真的要让他参加，那拜托不要给他培训，他就当天去比赛就好。因为我们这个要去比赛连比两天，那我那两天给他先打针下去，就是他身上缺这个第八因子，我先给他补足了，你去比赛。可是你培训的时间这么长，如果他常常去在那边练习，怕出血几率会很高。比赛那天，他半夜到急诊室打针，以求得证明自己的机会。尽管没有任何培训练习，仍勇夺台湾北区中小学运动会的第二名。当我每次到了终点，我就会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我达成一个愿望，那就是我让很多更多的血友病的人相信，就是自己其实也有力量的。因为我现在在起跑点终点这里，我已经相信我自己。用生命换来的荣誉无价，至于上场的门票，代价其实也不低。血友病患最常缺乏的第八及第九凝血因子，一剂30000块钱，平均每位病患每年得花上250万台币。但这种强势的卖方市场即将被打破。改变市场的关键是这几只基因转植株。所谓的基因转植，是将外源基因导入受精卵，以改变生物的原型。台湾用这种技术诞生了全球第一只带有人类凝血因子的复制株。这个第九因子呢，你要把它放进去，一定要很早就把它弄进去、接进去啊，在它单细胞阶段的时候就插进去，那是最好。插进去以后呢，它带了这个基因，它以后呢，每一个细胞在分裂的时候呢，人身体会复制以后呢，每一个细胞都带有这个基因。基因转植株在长大怀孕后，可以提炼乳汁做成凝血制剂。那我们要站奶之前一个小时，就先把小猪隔开。让它不要去再去吸奶，然后完了之后，它进入到这个清洗期，就全身清洗，然后清洗完了再换另外一个房间，整个吹干，吹风机整个房间里面就自动的吹干，那吹干再进入到榨奶期。台湾以丰富的养猪经验加持生技，并逐渐在时间的淬炼下脱颖而出。做这个基因改造动物生产医药蛋白质的研发的这个单位其实还不少，只是说我们有我们的利基啦，因为我们用猪生产，那早期很多人想到说要用牛用羊生产，到目前为止啦，它是被我们打败了，因为现在没有什么狂猪症，虽然有口蹄疫，但是口蹄疫那也是很容易掌控的，我们可以筛选的，那你可以用疫苗去控制的。传统畜牧和生技的结合，建立了生物牧场的雏形，产值超过1000倍。奶去给小猪吃，小猪吃长大，点够十只也达差不多7万块。这个价值可能也是不高，但是我们如果从一头母猪，我们同时让它去小猪去吃奶，我们把奶榨出来去做纯化第九凝血因子，我们现在估算大概一个泌乳期它的产值就有到700万-800万的这样的一个产值价值。然而非化学合成的蛋白质药技术门槛高，加上凝血制剂是健保给付，在台湾不易进行人体实验，唯一的希望是在保险制度落后的国家另辟战场。世界上没有这样做过，所以法规会是一个最大的障碍，最大的障碍。但是呢，当时就告诉我，就是说台湾呢已经投那么多钱了，病人也很难收，那该不该做呢？我看起来我们的企业的使命来说的话，我们是一定要做，我们一定要走这条路。当时纯粹是企业使命的关系。
有制药界艾科卡之称的林荣锦，十几年前入主几乎倒闭的东洋制药，随即将生产线大砍一半，但集中火力的结果，在八个月内转亏为盈。有时候你比较慢的时候，你就要壮士断腕砍断，那你已经前面的时候，你就要加速比别人更快，就是不断的在几个疾病那边，然后看着全世界的竞争态势是怎样，就一直加速，一直加速。如今的东洋除了研发中的凝血制剂外，也以微整体技术的类新药抢攻亚洲市场，预计在2017年成为全球最大的供应商。勇于创新，让50多年的老厂动力十足，也为台湾传统制药树立转型的新典范。长久以来，癌症药物的研发一直都是由欧美国家所主导，但面对这全球600多亿美元的庞大市场，台湾已准备好要加入战局。由中央研究院院长翁其慧所研发的技术，寄转给国内生技公司后，已展开乳癌疫苗第三期临床实验。由于这种抗癌药物锁定末期病患，同时也可以应用到其他8种疾病，所以很有机会成功上市。未来很有机会成为第一个成功研发新药的本土公司。今天晚上要吃雪花冰。好啊，这个喉咙痛，其实我就应该吃凉点。咪咪的微笑，淡淡的眼妆，戴着口罩的她难掩秀丽，丝毫看不出是乳癌四期的病患。我大概是在今年的1月初，然后我就摸到，有一小块，然后是因为那时候你就会认为说，是脂肪瘤还是什么，其实你不会去特别去注意。然后我想说，我就赶着上班，就没有特别去想它。结果隔了大概1-2个礼拜，我发现它变大了，它大的还蛮快的。家里没有人有乳癌病史，对，所以我完全不会去想到是乳癌。仗着才30多岁的年轻本钱，他选择了最激烈的应战策略，化疗与放疗双管齐下。化学治疗常见的副作用的话，可能就有的会有恶心啊、呕吐啊、嘴巴破啊，然后掉头发啊。那手脚会发红、会疼痛、会脱皮。那放射线它是一个利用能量的一个高能量的一个治疗，所以它在皮肤的累积呢，就有可能会造成像是类似像烧烫伤的一样的一个伤害。他怕我的副作用太大，怕我的体力，我就说我会撑过去，对，我说我会撑这个疗程，对，那药的部分没关系。撑过8个回合的化疗，假发保留了爱美的权利，但如果早一点发现，这场抗癌路会走得轻松些。中医院研发的糖晶片，只要一滴血，1秒内就可以验出是否罹癌，而且准确度100%。细胞假如有一个改变，那结果糖分子变化了，那产生这个癌细胞出来，但是还没有变成瘤，就只是开始有这个不好的过程产生，所以免疫系统会产生这个抗体，抗体来对付这个不正常的糖分子，那这个抗体会在血液里头，所以糖晶片就可以去检测这些抗体的存在。人类90%以上的细胞表面都依附着糖分子，它们负责讯息的传递。当细胞病变时，糖分子也会跟着异常。它有点像乐高玩具，可以从多个角度堆叠，但结合太过脆弱，合成十分困难。毕生投入这复杂领域的中研院长翁启慧，在千禧那一年，不但将累积的成就带回台湾，更率先合成癌细胞糖分子，开发抗癌疫苗。9种癌症都有这个特殊的糖分子，正常的没有，所以我们这个药物这个疫苗不会去攻击正常的，就不会有所谓副作用，它只针对癌细胞。新药能像疫苗一样激发免疫系统，消灭癌细胞。虽然目前锁定乳癌，但适用对象包括卵巢、大肠和射护腺等9大癌症。顺利的话，最快2年内就可以上市。
乳癌就是已经是200亿的市场，对不对？那肺癌、胰腺癌，这都很，当然是会有些部分跟别人合作，一定会保有可能全球的销售权对某一种特别的癌症，或者是某一区域的所有的癌症也有可能。我们也会保有一些 know how， 就是说它生产制造这一块，因为它是蛋白是需要很高的技术的一种生产的。这款新药由研究开发、生产到临床，由台湾人一手包办，将是本土第一个要上国际新药市场的生技公司。我觉得最难的是找题目嘛，你如果是选对题目的话，像我们就用癌症来做这个例子，你找到一个很好的全新的题目，它的市场是几十亿美金，全球的市场，几十亿美金就是几千亿了。30亿美金就2000亿了嘛，是不是？那就是这样子，两三个药就是造元产业啊，而且这个利润非常高，都是90%以上的。把好题目带回台湾的，除了张念慈和翁启惠外，还包括杨玉明、陈良博及何大一等华人科学家，他们常年在外，但对于台湾的新药研发不遗余力。这个发展生技产业是一个耗时耗钱的，这个旷日持久、成功率又低的一个产业。那一个觉得最好的投资，就是你找到一个标的，最好是后期的 late stage， 政府只要一棒打下去，集中精力，很快就可以成功。那很快一旦成功了，就把台湾就摆在世界这个 map 上面，大家想啊，台湾有个药出来了。放眼全球，有能力开发新药的国家屈指算来不到10个，亚洲地区更只有日本和韩国。然而台湾牌的诞生不是要炫耀我们有多聪明，而是证明我们能贡献什么。 It's really very very satisfying to work on something that is both scientifically interesting and challenging and important to the public、so I consider that a privilegeSome of the proudest moment that I have is not getting an award for this or that, but for people to come up to me and say, thank you, you helped me live. 疑似艾滋宝宝正无忧地玩着，也许你对他们也投以不舍的眼光，但他们需要的是平等的对待。前艾滋病人有7年的寿命，现在经过治疗，一个艾滋病人可以像慢性病人一样维持大概30-40年的寿命。所以当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大家了解艾滋病不怕了，他们也可以很大方跟人家分享，我有皮肤不太好，我有艾滋病，都可以很自然的讲。我想一定会有一天是这样。经过1年多的追踪，小雨的孩子确定没有感染艾滋，这让他卸除了沉重的愧疚感。他给我改变很多，我毒品啊什么都不想再去用，然后好好工作，认真工作这样子。对啊，最大的梦想是什么？看有没有那个 HIV 的解药。在孩子的微笑中，小雨过度挥霍的青春似乎一点一点地被赎回。他说他将珍惜、感恩并耐心等待新药的出现。全世界有能力开发新药的国家不过10个，在全亚洲地区更只有日本跟韩国。台湾有优秀的人才，充沛的研发能量，如果可以找到合适的题目，给予必要的资金，其实台湾是很有机会可以跻身新药开发的先进国家。启动生技密码这一系列的节目，以平时的方式报道了台湾生技产业的发展。虽然有些领域还没有开花结果，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台湾生技领域在国际舞台上定能占有一席之地。这一季的节目我们今天已经全部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您平安顺利，我们再会。